各位观众你们好，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，我是蔡振永。今天我们受到偏东气流所影响，下午由维港望出去云量都几多下，看回各区的最高气温差别都几大，在东边地区由于比较多云为主，最高气温只有25度左右，在西边地区由于比较光猛一点，最高气温可以上到去29度。而至于今晚的天气情况，我们可以看看雷达的影像。其实在下午呢，在我们的西边一直呢都有一些黄黄绿绿的雨区呢是发展的，而这些雨区呢是逐渐向东靠近我们，预料呢在今晚和未来一段的时间有机会会影响到我们，大家要留意最新天文台发出的预测。而至于未来的天气展望方面，我们可以看看电脑预测的云雨预报。香港在这个位置，我们预料星期六和星期日呢，我们间中都会受到一些黄黄绿绿的雨区呢横过住我们，我们的天气仍然都是不稳定。看回今晚和明天的详细天气预测，是大致多云，间中有骤雨，局部地区有雷暴。明天的气温是介乎24去到28度，风方面是吹和缓的东至到东南风，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。而至于展望方面，受到偏南气流影响，我们预料随后几日的天气仍然都是会不稳定。好了，今天的天气就讲到这里，再见。